朋友们好，今天是9月30号啊，我们在往赛里木湖的路上，大概离赛里木湖还有60公里。现在，在一个路上呢，停下来了，停下来了是因为我刚才开过来的时候，发现那边有一条河，有一条河呢，然后我停下跟他们几个说，我们那边好像有好多的石头可以捡，因为他们一直心心念念的想捡石头，然后一直没捡，然后呢。我想走过去，但看到那边有狗在叫，又觉得有点远，我就把无人机放出来，飞过去。哇，确实有一条河，然后我相信那边有很多石头，啊，然后带大家去看一下，了解一下。反正我们慢悠悠的走嘛，现在时间是12:40啊，我们2点钟到赛里木湖，弄点吃的就行了。好了，大家去看一下。好了，那边全都是一排的树啊，这是都是人工种植的。然后那边有一条车轮印，然后这个峡谷下面就是河，一个类似于小峡谷这种地形，所以说刚才无人机飞过去特别漂亮。我们家雷夫欢快的奔跑，叫我开心死了。这里有一户人家，听到水流声了，这个水流声还是挺湍急的。哇，下面肯定有好多石头，去给大家看一下，哈哈。大家看一下，这里好多石头啊！人家说了，给你一个恐龙蛋化石。这恐龙蛋化石啊，哈哈。人家说捡石头是要有石缘的啊，你跟石头有没有缘分？你有石缘的话，你就能找到一块好的石头啊。这啥石头吗？什么褐色的吧？你看，光滑很，挺光滑，但就没有特色，看到没有？没有好的啥特色的石头，要到下面去，下面就变成了。哎，下面好像不太好下去。这个红色挺好看嘛，嗯，太小了。有好看的吗？哎。这块可以啊，看到没有？这块可以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光滑光滑的，放在案桌上都挺好看。下面还可以放平，这个我要了。这种石头在我们家那边啊，多的是，一大堆一大堆的。我这个要了，我捡了块这个石头，你看，放在案桌上平平的，对呀，挺好看吧？当个装饰的。对呀，当个装饰啊。那这种呢？这种不是更漂亮吗？哪种啊？这种。哪种？你拿起来啊。你能要好抱平啊，挖不动。人家说了，捡石头是要有石缘的。我就跟这个石头有石缘，大家看一下还可以吧？啊，就放人家平平的放着呢，挺漂亮吧？这个啊，这个拿水洗一下很好啊。这个也可以，层次分明，看见没有？你留着呗。好，你留着。留着。这么？哪一块？你老喜欢捡小的。不是，你要看它这个稀有，对吧？太大的，不好看也没办法。对，这里面好像是那个什么，是玉吗？哎，这真是玉，好像一层一层的。对，这里面应该有硫磺嘛，黄色。硫磺石。嗯，这个太普通了。给那个网友搞个抽奖，一个人10块钱。咱们下去吧。可以，能下去吗？在这边。对啊，可以下去看看。杨福，嘿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刚才去下面捡石头，捡了一块，这个大家看一下，可以放在桌子上，当摆件，对吧？你看，很漂亮吧？这也可以当摆件。我来新家带两块石头当纪念，哎，有收获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到了赛里木湖了，看见没有？前面整个都是啊，赛里木湖。哦，面积还是挺大的，这个应该是淡水湖吧，因为上面是雪山嘛。注意连续急转弯。刚才我们的一个车友今天早上他出发比较早，他已经到了，花了70多块钱进到里面了。他说里面不要买票，不要进来。啊，他说这个70多块钱花的不值得。他说还是外面风景更好。
其实我在想，要是真的里面环境不是特别好，我们真的还是找一个野景，自己找一个景，70多块钱一个人，我靠，那我们三个人可以200多块钱可以买好多吃的了，对吧？好了，这里又挨劫了，我们要挨劫了。不停。